梁兄弟，我来帮你擦背美白。我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啊啊，飞呀，哇！她是你妹妹啊？她是我的弟弟，阳风卫过门的妻子，也就算是我的弟媳妇了。杨兄，贝贝，原来杨兄弟就是贝贝，贝贝就是杨兄弟，太好了！神明在上，我还以为我自己有龙阳之癖，对杨兄弟有非分之想是不正常的。原来贝贝就是杨峰，所以什么未婚妻啊，全都是骗人的。那就证明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因此今天特地来答谢神恩，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都让他看到了，那还了得？他竟然对我如此轻薄，你说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这个好色之徒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整整他。嗯。你三更半夜跑到澡堂去干什么？我以为三更半夜没有什么人去洗澡，谁知道他……哎，那就是了。人家恐龙肯定觉得你是杨峰，才进去找你的。哎，这不知者不怪，我怎么怪罪于他呢？我就说嘛。恐龙肯定不是好色之徒啊。皇兄，你怎么帮他说起话来了？他不好色，明明喜欢我，现在身边又多出一个小小。哎呦，有人醋坛子打翻喽。我才懒得管他喜欢谁，总之皇兄你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。我告诉你，你那是自作自受，贵为公主不在宫里面瞎出来溜达。皇兄，现在是你皇妹我吃了亏，你还骂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赶紧回宫去吧，母后会着急的，恐龙那里我会叮嘱他不得声张。没那么容易，我要皇兄降罪于他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不太好吧，恐龙在替我办案呢。说了半天，你是为自己私心着想，根本不为我着想啊。哎，你说错了，皇兄现在所办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国为民的，再说息事宁人也是为了你的名誉着想。我不管那么多，传哼哈二将去抓脑恐龙去啊。哼哈二将已经派到西域办事去了。好，你不管是吧，那我回去呢跟母后报告，说你在这儿根本不照顾我。好好好好，那你说吧，怎么办？他偷看了我，我要皇兄立即下令挖了他的眼睛，然后斩首示众。哎呀，这要是瞎了眼睛在黄泉路上看不见路，很可怜的。啊，那不要弄瞎眼睛。那如果砍了头的话，就死无全尸，无法投胎，也是很凄惨的。啊，那不要砍头了。好，你说的啊，那皇兄就不杀他了。皇兄，你不帮我。我有办法对付恐龙的，他活罪难逃，死罪难免。我挖瞎他，我毒死他，我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。哎，贝贝，龙哥。哦，是你啊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啊，只是来看看你。哦，那看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帮龙哥把这些衣服洗了。好。不用了不用了。哎呀，不用了。难道你要我亲自帮你洗啊？哎，到底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呢？对杨峰是这样，你对我也这样，知道吗？这个好感跟爱情是两回事啊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对你只有好感。哎呦，干嘛呀，痛死人了。会痛对不对？那你说没感觉。那你说对我有好感的，有好感呢就可以培养出感情，你要是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就没话说。哎呀，没用的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
你说不会喜欢我，你又喜欢哪个？我喜欢杨峰。杨峰是男的，你不会好男色吧？我想让你层层接待啊。那我跟你说啊，杨峰他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你也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啊。好啊，老实告诉你，他是个小太监，叫小薇子。不对不对，杨峰其实是个姑娘，她叫贝贝。哎呀，其实啊，贝贝就是杨峰，杨峰就是贝贝。我早在京城就认识他了，我一直很想念他，我很喜欢他，所以我现在想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就是他。你早就知道她是个女的，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哎，小姐。潇潇，缘分天注定，勉强不来的，勉强的感情是没有幸福可言的。你骗我，说什么龙哥跟我很配的，现在呢横刀夺爱。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欺骗了我的感情，现在又毁了我的爱情，我恨你啊。